啊，那过来来看，就因为后续管理为何讲袂好，地数一条十三公里长的天花道路，因为中澳一座无名铁桥，无法度来拓宽，和交通是变加真无方便。这个地点就伫咧彰化市宝浦路跨过大直排水的无名铁桥，好佳哉伫咧经过立法委员吴秀芳的争取，协调市公所来管理维护。第三河川局讲嘛，要来投入着4000多万，将原本只有5.5米宽的桥面拓宽至11.5公尺，预计伫咧明年初就会当来完工。国道三号河尾交流道通车了后，位于国道高架桥下的宝浦路甲国盛路，就变成沿着乌溪堤岸往来美港路甲国道三号河尾交流道以及台一线大道桥的重要道路。但是这条13公里长的交通要道，却因为这个无名铁桥无拓宽，造成交通拍夹。当地的耆老讲嘛，这50、60、70年啊，以前的桥现在才细半。因为当时的一个环境没有现在一个都市的一个发展，所以它的当时的一个这个跨桥就可以了啊，所以当时就到现在啊，目前的一个上下游整个水王大陆拢共13公里哦，大概都已经完成了，只剩下这个瓶颈段，所以委员在这方面一直在争取。因为这条路是管道，第三河川桥一定想要来改建这座无名桥，所以因为后续的管理维护桥未好势，才一直拖落去。如今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超等你超过啊！路甲公所，对，无人，无之前局长的时阵已经有要变啊，因为管户甲公所最好爱有人认养啦吼，啊，因为都无人要认养，所以很高兴就是说中央跟地方好愿意合作，就是我们这未来啊，这班铁桥做好了，是咱三合局做，然后搞好咱彰化市公所这边来。总是地方爱出来任用哦，所以未来。公所虽然资源真困难，但是为了地方的建设，为了地方的交通方便，啊，公所出面来讲哦，理论讲这个是限道了，啊，但是高速无分车了吼，啊，我们先尊重管路了吼，啊，所以公所出面来任用。第三河川局指出，这个工程编列4000多万，将在6月动工，桥面会按原本的5米宽变成11米，预计明年初就会当完工，到时阵这条13公里的道路就会当真顺畅。大众新闻张向中华采访报道。